就是在咧谈心，确实，咱若会当心宽，就天地大呀，会当服从万物无怨无尤。咱若会当念顺呐，咱的心就自真无杂啊，最显密啊。咱若会当虔诚戒心啊，就待人以处事无有欺贵。这就是咱所谓追求的人生真显密的境界。咱都一直呢在咧讲忏悔、忏悔，对哇？咱必定呢就是爱定定保持着惭愧心。有时阵咱做虾米代志，咱若做无好啦，拢会讲哎呦惭愧哦，惭愧。实在是看到别人啊，的能力真好，咱都是对人袂着，嘛是讲啊惭愧啦。咱爱时时有惭愧心，又惭又愧。你安怎样对人会着尊重人、感恩、尊重、恭敬别人？咱爱家己呢，赶紧努力。这叫做有惭愧的人哦，唔通讲吼，看人敖，咱对人袂着就嫉妒、嫉恨，那安尼呢，就是真正无惭愧人哦。走到倒位去啊！继续吹，是。我看，你先去河边。啊！你去山脚详细搁找看卖啊！是。哎。啊！你是在笑啥？无什么。哎，我知影，你是在笑我这个人生智慧第一下离婚，连一个囡仔也顾不好。我是无安尼讲啊。哎。你唔知我的烦恼啊！多孝老是世尊，会爱主，一尊洪福兵，拜我为师。无管家，我非丢度，老幺老在家。江中珠，教育必须用心书。为第一，何必有
也是先运用神通替我找出乌桥路较要紧啊！世尊开示，神通不得入力，个人作业，个人心修。阿弟，好了好了，你就卖受气，今若无我陪你进城找出，唔就好了。唉。找无我，还会过来去佚佗啊！母亲，随父亲出家之后，我就唔捌阁看到伊啊。你的父亲是虾米人啊？我的父亲是世间最伟大的佛陀。哇，伊是做虾米模样？我的母亲，伊捌甲我讲过哦。父亲，伊袂感觉烦，我实在是足烦呢。哈哈哈！老乡老无母亲，谁讲我无母亲？老乡老无父亲，谁讲我无母亲？无母亲，好，母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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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爷夫人，对家来。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北京三宝金无殿，千里迢迢见佛一面，祈愿成就。这佛陀的精舍要多远？应该是没多远啦。你呀，啊，行几半步，还阁找无路，啊，你实在呀、啊？好啊啦，卖你起心地，紧去找人问路。哎呀，唔紧去。是。小师傅，借问一下，你敢知影世尊的真相伫倒位？哼，又果是要来找世尊，恁这世尊要做啥物啊？阮家老爷夫人是专工来供养世尊的。请问小师傅，你敢知影金舍伫倒位？
啊，伫倒位啊？你想要怎样哦？嗯，好，正下就滴。小师傅，多谢你，行，你进来去。哦，来去。啊！伊也唔过恁即摆去甲精舍，也无法着见着世尊。这啊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因为。是安尼，老爷，去年世尊已经往到灵山，咱嘛爱赶紧进去参加法会。哈、啊，也得怪避暑哦。嗯，唉，挂苦。老爷夫人，跟我来。实在是有够笑的，因哦，就算是行到天乌，也见袂到世尊啊！我想，因今嘛应该是。
见好一面，实在是难如登天啊。老爷，岁多岁，岁就。信守奉献，尽是难的。现在，您一心虔诚，要记如来，即是寄佛一面，不用万行千里呀、啊。师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佛法心存善念之时，其实如来就在您的心中。心中有佛，所闻所见皆是如来呀。世尊之言，好似甘露灌顶。哎呀，想到昨日啊，我为着要见世尊一面，哦，我千辛万苦爬上灵山，啊，实在有够戆的呀、啊！灵山，恁上了灵山，我惊甲撤退咯。都受伤，昨日我并无上灵山。啊，这昨日清早，世尊进城化缘，我时就回转精舍修行，并无离开啊。也唔过，阮确实受人指点，讲世尊在灵山讲法啊。请问施主？是何人指点？伊是一位一大概几岁？一。
世尊。明明呢，佛陀都是伫静下来的，伊甲人讲无伫咧啦，兴趣伫外面啦，伊看人来找无佛啦，伊就欢喜的。啊，佛伫内底呢，甲人讲无伫咧啦，互人真失望转去，伊嘛是足欢喜呀，无起什么心。只是呢，爱捉人人，就是较调皮啦。啊，这个代志呢，和政团的内底啊，人知影咯，就感觉讲安尼袂用的哦。这就是打妄语啊，捉人他人啦，袂用的啊。啊，不过呢，伊就是无要改。细汉嘛，大家人真疼伊啊。但是，大家人嘛知影讲，安尼爱赶紧甲佛讲，囡仔若有安尼的习气呢，将来呀、就真麻烦咯。咱来念顺呐，咱若会当念顺呢，迄、那个心嘛、会当头至真无杂，罗哟罗。伊安尼真正哩天真的心，那会当改过来啦，动诸心嘛、最天真啦、最念顺啦，就是至真无杂，最神秘、上善上水的呢，就是无杂念的心嘛。